用分数来告诉我们吗？给他打多少分？99。99分。您给他打多少分？95。差哪儿了？感觉好像身体不算太好。一般的身体没有啊，我也跟你说。你感觉穿这身，要是穿紧点的话，胸衣你看看。一块腹肌啊，6块吧，6块，哇，您那6块腹肌啊，咱也看不着，不能说把这扣解开给人看看，不太合适。您看用这个什么动作？做俯卧撑，哎，做俯卧撑，行。别累的，我也累。那没事儿啊，能累着不？他穿这个鞋量力而行啊，穿这个鞋太滑，我们地真的很滑啊。哎呀，这会儿我们女嘉宾要上去坐着，能行不？阿姨数数，3、3、4、4、5、6。行了。很健康，6块肌肉。这个身体状况还行不？笑了。只此其外，不止其里。那没事儿。那你俩得慢慢了解。请我们叔叔阿姨就坐好吗？进入约会时间。你什么单位退的？我建筑部门。建筑部门，哎，可以，建筑部门。建筑部门是当领导了，是普通工人。普通工人，瓦匠。瓦匠，瓦匠，建筑工程师，建筑工程队了。对，你有几个孩子？我也2个孩子，儿子女儿都自立，都比我强，生活都挺好。我还要较真儿一下，你到底儿多少钱，老板？3000多点。3000多点，还一般条件。那你不嫌我穷啊？我不想，这个3000多点够，我是觉得也够咱生活。你二要求多低呀？才2000块钱就可以。我也是对钱没有概念。你没有概念？我就让他就说本本分分就行。我既然找了。但是我不想掌握你的钱，你爱多钱多钱，我的工资你我也不能跟你合。你别说到时候说的，那你的工资也得拿出来咱们俩合花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就那俩钱。你多钱？ 我就1000多块钱，农村自己买的。那你留钱干嘛呀？留钱自己留钱就是以后外语要是有什么那天灾病业的啥不得拿。你是要吃南方住南方喝南方的？对，咱就明明白白就这样是、那可没问题。那就是我养你就天经地义的，你不用担心这个，就是你的钱呢或者用不着你的。那咱女嘉宾，您这么想当然是您愿意的啊。那如果说对方提出这个要求了，你心里不会有一点不得劲儿吗？会不会？不会。不会。就是应该是这样的，生活的一切费用都是我的。哎呀，不是，这有没有可能是男人面对某一个女人他才会这样，是看对眼儿了？叔叔你现在不够冷静啊。没事，不在乎了。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。哎，咱赶紧的吧，让女嘉宾更多的了解一下咱男嘉宾啊。就这么一个这是被你给征服了的男人啊，看看他的情感生活是什么样的。来进一段情感短片。